接下来这位来自东北齐齐哈尔的女孩莫愁，她的音乐会不会得到老师们的认可呢？这本来就我的，你干嘛帮人家按呢？你干对什么事儿、啊？他已经兴奋的，我咬你！我告诉你，他想拍，还有是因为你想拍吗？我怕你不拍，所以我拍了。给他急的都不行了，你唱的太好了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来冷静，还是要先了解。来，你的名字。我是一个来自东北的女孩，我叫做吴莫愁。嘿，吴莫愁几岁？我今年20岁。你的工作，现在的工作？我现在上大学大一、学什么东西？流行演唱，通俗演唱，流行演唱。对，很好很好。我们刚刚才在讲选快歌其实是危险的，因为没有办法表现出你这个声音的动态，它有了有、粗细假音强弱，它最后一个音很厉害，这音色很特别。你没办法想到一个东方女孩可以唱出这种音色，你这个是天生的音色，还是你有去学习模仿？因为受小时候很小就接触音乐，你听的音乐都是这种类型的？不，最早的时候是听我爸爸唱歌。你爸唱什么？你爸唱哪一个类？这很厉害了、他是唱反串的。是唱女生吗？对，但是他唱那个时候的一些流行歌曲，什么《粉红色的回忆》啦，唱给我妈妈听那种，就特别有意思。哎，很特别。他爸以前也是音乐人。他是一个非常自由的音乐人。小的时候，我和我爸爸都是很标志性的。我爸爸一直是个光头，特别帅。然后我也是小光头。哎呦！然后他就带着我，还有我的妈妈，还有他们的音乐伙伴，有一辆大篷车。然后就开着这个车走遍，就是大概就是全世界、不全中国吧，全世界。那你爸现在还在唱吗？爸爸现在不唱了。我唱了。不唱了。不唱了。不唱了。现在换他唱了。换我唱了。你开心什么啊你。哎，结局哎，在我们这个他决定之前想必对音乐有很多想法哈。站在这个舞台上有什么梦想？我的梦想就是
和你一样，杨坤老师开32场演唱会。小女孩。然后请您去做嘉宾。32场是起步，这不大。妹妹，不要抢我的饭碗。哎呦，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拒绝山寨了。你可以做更多场，你可以做64场。对，我可以为你去做嘉宾。啊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了，这个我按铃了，我压了。哎，很显然我是主动按的嘛，他是被动的嘛，没什么好说的，这就是我这一挂的嘛，对不对？幺万啊！有人问我说你这什么病啊？不是病啊，对，这是一种风格。耶！有，我觉得我的那个团队呢，哎，需要有你这种的队员。转过来以后眼前一亮，发现你在我的队里就更有色彩了。嗯，好，来，请做决定。我实在是太激动了。哎，我开始选了，我选择哈林老师。让他一起摇滚。好，这个女孩好。来，刘欢老师，不会，谢谢老师。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哎，不再抢您的活，下来这样子。Come on, give me a check it out, check it out, check it out。 你别摔跤了，check it out，轰动一下。拜拜，谢谢你们，再见。哇，谢谢。